我是一名体格偏瘦小的男生，从小到大几乎没长多少肌肉在我身上。或许你不相信，你能想象一个174公分的我当时只有48公斤是个怎么样的身材吗？瘦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自豪或者自恋，相反的，瘦令我懊恼。不管我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好看，某个程度上看起来像一个营养不良的样子，还经常让家人和朋友为我担心我的健康状况。我极度的想改变，于是我开始走进了健身房的世界。为了配合健身长肌肉，我开始大量的进食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，或者是市面上各种的蛋白粉，来帮助我增加更多的肌肉。所以2年后，我成功的从48公斤增重到100公斤，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身材。但这并不是我所期望的，我非常积极的锻炼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完美。可是你或许没有体会过，要呈现完美需要做许多的体能训练。在训练的期间，我不能摄取糖分和任何的碳水化合物，因为它们让我体力不足，经常无法集中精神专注的健身。而体能训练最长的专注时间也只不过撑得住10分钟左右而已。随着脾气也会变得急躁，情绪也起伏不定，唯一能靠的就是意志力了。后来我遇上了专健，让我吃惊了。明显的，自从喝了专健以后，我的精神精力都有了巨大的改变。我突破了之前所有的障碍，我体能训练专注的时间也提升长达到了1个小时，情绪也变得非常稳定，弹跳力也变得更好。因此我夺得了美国举办的自然健美世界比赛的冠军。我非常满意专健。